我等煤炭气售快一年了，每天都穿梭在街道里、商铺里和小区里。现在百姓生活质量提高，我的工作量也越来越大，但是我并没有觉得很辛苦。每次将外卖送到客户手里，听到一声谢谢、辛苦了，我都特别开心。现在我家变化也特别大，以前在家种地，家庭情况不太好，自从当了外卖骑手后，每个月的收入都在7000-8000左右，生活也越来越好了。